安塔利亚省位于土耳其西南部地中海沿岸，托罗斯山脉和地中海之间。安塔利亚省是土耳其旅游业的中心，访问土耳其的外国游客中有30%前往该省。2011年，同名首都的国际游客人数超过纽约，成为世界第三大旅游城市。安塔利亚是土耳其最大的国际海上度假胜地。